大家好，我是纪晓楠，今天与大家分享我们这边农村婚礼习俗。我们这边办酒席，第一天是在新娘家办，然后第二天才到新郎家。在结婚前两天，我们需要准备好多礼品去新娘家，比如这个糯米粑。在去新娘家前一天，我们会做很多个，而且必须是双的，大家都知道好事成双嘛。我记得在过去的农村办酒席只用一头猪就够了，如今变成了四头猪。第一天去新娘家，新郎家早上要准备好两头猪，还有酒等礼品拉去新娘家，然后第二天在新郎家办又得要两头猪，所以光是买猪就得花费几万块钱。我们都知道在城市办酒席会有一些活动节目进驻，当然在农村也是少不了的。在婚礼当天晚上会邀请当地的一些歌手来对唱山歌。同时也邀请全村人过来一起听山歌，老人也是最爱听的，从晚上八点一直对唱到早上八点，而且一直这么坐在那里，我确实是挺佩服他们的。这就是我们庄家的婚礼习俗，是不是跟你家乡很不一样呢？想了解我们家乡更多精彩，不要忘记点关注哦。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